家看一下新的人的这个空间上好好。亚当老家是双方的一个解放军另外在后面好。可以見到喺食物層面上面，酒樓嘅食物顯然更加多元化，可以貼合食客嘅喜
第二，酒樓文化更一晚，文化更加有特色。廣式飲茶文化從來都唔單單淨係飲啖茶食點心，其夜飲茶文化更係核心文化之一。酒樓嘅食物就細份啲，一盅兩件，可以互相分享，同家人共享。相反，茶餐廳成立嘅目的就係專俾啲上班族快速果腹飽肚，所以食物咧都好難咁分享嘅。更甚嘅係，茶餐廳強調快，上菜速度快，進食節奏快，甚至會有趨向嘅情況出現。相反，酒樓強調一家人喺圓桌下面團聚，更重視親友之間共享美食嘅時刻，節奏就會慢好多啦。更加適合移民去海外嘅華人，同埋唔適應香港節奏快嘅外國人嚟呢度食嘢。跟住我就以香港著名嘅澳洲牛奶公司為例，唔少外國人嚟到香港冒圓桌嚟食嘢，最終坐低唔夠十分鐘就俾人趕走噶啦。試問下，如果將呢啲文化移去海外，係咪人人都可以接受到咧？可以見到酒樓嘅文化就更加茂盛啲，俾食客更加多優良嘅進食體驗。最後想問問友方同學，同唔同意唐人街開餐廳係需要考慮唐人街嘅食客咧？多謝各位。目標顧客係廣大市民，
為派出一位店員進行封面。請你自由選擇甲方一位店員進行的商品。究竟酒樓底下茶餐廳更可以持續地經？
可以持續咁經營咧？難怪喺倫敦唐人街開茶餐廳嘅文先生都話，表示租金多年起先嘅三倍，但最終因為承擔唔到個成本而被迫結業喎。相反，酒樓本身嘅定價係較高，咁外國人都願意花費較高嘅價錢去享受本土嘅小店，盈利上係比茶餐廳更加豐厚、更加優厚，可以更加持長久同埋持續地經營落去。可見酒樓顯然可以喺唐人街度生存，宣揚香港文化。多謝各位。
更大咧，首先係成本都會更高啦，同埋嗰個盈利問題，有房地根本就冇交過數據，冇比較過咯，所以單價有房又話到單價更高先至可以承受得住啦。但我哋今日講緊嘅係更加平，所以受眾更加廣咯，所以就會多啲人食咯。跟住咧，有房咧就同我哋舉到話哦，原來酒樓咧都有好多唔同中西合璧嘅例子，有啲咩櫻花腸櫻花蝦腸粉啊。嗱，原來有房咧認為嘅中西合璧咧，就係佢原本腸粉呢樣嘢係中方嘅嘢嘅，只要加少少咁樣櫻花蝦就喺中西合璧嘅喎。但係咧，我哋茶餐咧佢本質上面咧就係一樣中西合璧嘅嘢咯，所以西多士佢本質上就係一樣中西合璧嘅嘢咯，而唔係兩種間嘢就係中西合璧咯。所以在座各位嗰日喺茶餐廳嘅朋友咧，就比酒樓多好多喺飲食喺用餐人數方面咧，已經係可以反映得到啦。香港咩都講求快，而簡單茶餐廳正正可以達得到。一個人坐低做個常餐嗌杯凍檸茶咧，15分鐘就可以搞掂得到啦。正正因為咁，香港人嘅日常飲食離唔開茶餐廳。但係反觀酒樓喎，想問在座各位有邊一個會自己一個人去飲早餐？相信甚少喎，只有公公婆婆先會，而大多咧都係一家人去一個月先至去得過一兩次。我哋要認識一種要認識一個地區嘅文化，要由最大眾嘅層面開始，而唔係好似有方咁樣一開始就追求精美。正如有方學所講好似日本飲食文化咧就諗起壽司啦，韓國咧就諗起泡菜，乜前者代表匠人精神，後者係乜天氣問題所引申出嚟嘅產物。呢啲都係當地民眾最想接觸到嘅嘢，所以我認為咧我哋要令外界認識香港文化，就由最大眾做起，就係茶餐廳。再者茶餐廳價廉物美啊！我哋咧喺茶餐廳嗌個飯咧都可能只係40幾蚊做電話夜飲，但係咧酒樓咧你嗌個蝦餃先賣都要50蚊啦！多謝各位。粵方第二個辯嘅發言時間為3:05嘅冇過時，需扣分。而家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本人將會宣布另一方嘅證據時間，各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即可提出。屬實的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會被每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正方派將位辯員首先發言。我想請問，有關文化嘅版本係咪西方文化之一咧？我都係唔知道啦。咁想問翻友方啦。咁想問翻友方，我想研究到而家酒樓嘅菜式上面有咩改變啊？我哋依家友方咧從乜嘢嚟？外國人去感受香港飲食文化。
喺佢哋角度喎。我正面回答佢出數嘅咧，我咁跟住康俾出數，佢香港英文大學呢個。
束，而家先由遠方結段總結。你有四分鐘嘅發言時間，請跟我請向嘅總結。普遍性面向大眾，即有些考慮基礎，我唔再講話產品先係大
佢速度又快，每次我都係快快手手咁食完個餐就俾伙記咁趕到走。有一日我爸媽帶咗我去酒樓飲茶，我喺當中同屋企人親戚傾咗好多偈，我發現我同其他人嘅距離拉近咗，更發現原來食嘢唔一定好似茶餐廳咁好急好急，其實仲可以慢慢品味生活嘅時間拉近距離。其實今日雙方都係想喺外國行街開飲食肆，向外國宣揚香港文化，但今日有方最大嘅誤會就係一直喺度強調，佢哋
市場，第一個就係價方強嘅市場，第二個咧就係方強嗰個市場。咁你如果要攞分咧，其實係好需要咧喺自己個強嗰個市場做量研，燒多啲時間去將對方嘅弱點咧去突出嚟之後咧，你可以令到佢加翻嚟咯。咁佢哋因為答問題咧，似乎就即係一路打嘅自己弱嗰個。咁我覺得呢位咧都要係即係要下一次佢再打一次嘅時候要明白咧答對方問題，但係你一定要 end 去到 last。你的 last 咧就係你嘅強項啦，咁佢咧咁樣咧就會將個市場拉翻平均啲。咁另外咧打長線都有啲細微位可以睇下咧，就係甲方同埋乙方嘅轉變咧，可能經驗唔係好多啦。咁但係你要俾人種感覺咧，你係想參與嗰個自由市場嘅，即係你好似做完好之後咧，我起身或者第一條蕉之後我就坐定定喺度觀賽咁樣。咁呢啲咧都係會期望，即係大家就算可能之上有啦，或者係今次可能係聽好耐。我都想參與，或者我都會俾一啲意見隔離嘅台仔，等佢可以打得好啲。咁呢啲都係可以見到嗰個團隊個合作分數會係其中一個位想大家做到嘅咯。咁啊大約就係咁。Yeah.
先講結論先。如果今日係甲方贏嘅話，代表你嘅市場主線收落嘅部分，或者你係得到足夠嘅分數。如果係乙方贏嘅話，代表你嘅後場由反而開始去落到結算位置，你係搶翻成個分數，足夠填補分。多謝你。比較應該，所以那個文化
經營上面，因為政府得一個核心啫嘛，就係經營上面有冇得持續發展。咁所以你哋前場一路都打唔中嘅時候，就要不停咁樣輸分輸出去。咁而其實我覺得係可以處理得更加好嘅，例如你哋主面已經有問到一個問題，就係、是、茶樓咧係為咗團聚嘅，咁但係一年咧得十幾日時間，咁係咪就係開嗰十幾日咧咁樣？咁阿馬拉你想證明嗰、那個，我唔肯定你想證明嗰個經營問題係文化上面佢唔係一個好即係點講365日都存在嘅東西啦。咁總之你哋攞到嘅結論就係、是、茶樓其實係比較少。我哋會好 freedom 咁樣講嘛，即係我哋唔會好頻密，日日都食咁樣。你開公司都有講啱，一個月去5次酒樓，茶餐廳就已經係14次啦咁樣。咁所以當對面不斷去提出單價好高嘅時候，所以酒樓可以負擔得到經營條件，咁你繼續做啊嘛。單價高，咁我咪唔成去咯。咁你點樣證明你賺到嘅收益係高過我啫？你哋後頭開始有呢個意識，有呢個 awareness 去問呢件事，但我覺得第一，如果能搬得更早去問嘅話，係更加好，因為你後面先可以順利嘅去俾一個結論，就係佢證明到咯，佢根本比較唔到得好，即係嗰個賺事更加多。然後你亦都可以就住呢個位拓展開佢，去拆得更加乾淨，就係、是、佢一副底嗰個份咩咩結咗業嘅例子啊嘛。誤解咗我㗎，誤解咗我點解要誤解？佢就係話俾你聽，做唔住都要結業啫嘛。咁度度都會㗎啦。咁關係茶餐廳咩事咧？係咪而家唐人街冇茶餐廳啊？咁所以你要嘗試去問多啲。一對面提個例子，提咗兩個位嘅。咁所以你要嘗試去拆解嘅時候，你就要第一步你至少要問到佢。佢做唔住原因係咩先？問佢太貴，定係租金太貴，定係太高，係邊個原因？定還是係唔知啊？即係佢對人即態度差，冇態度差咁中意趕喊咁樣。咁可以有 reason 同佢理由，佢令佢意願唔關嗰個經營事㗎嘛。咁呢啲我覺得值得質疑一個。跟住就有時。啊，係，反而方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哋兩份底稿咧 ，sorry， 應該係一副底稿，一副底稿咧講葉方茶樓，我聽個茶樓嘅點，我覺得係幾好嘅，係，即係我覺得係有意義嘅東西。嗱喺論證嘅角度上面，如果你想證明茶餐廳嘅中西合璧係更加貼合到香港文化啦，你係應該要先解釋點解中西合璧同香港文化有。係一個關鍵關係，呢件事先係更加幫到你去證明茶餐廳係一個中西文化很多嘅，即係好多中西文化嘅食物，中西結合嘅食物係啦嘅一個餐廳，咁佢會更加代表。如果唔係，你就會發現甲方不停問你嘅，點解中西合璧只係代表緊香港文化？你都會發現呢個問題。咁就證明喺呢個位係唔足，咁就可以留意一下。跟住咧，最後我想，因為其實我記得中間仲有咩位啊？但係我記得嘅一樣嘢就係兩邊咧，其實可以嘗試下聰明啲。我想講嘅聰明啲係，要多啲嘗試去借力打力。例如，我反而有幾好嘅示範，就係、是、正甲方會問。不過茶樓冇人識喎，啲嘢食又唔受歡迎喎，咁邊個會食啊咁樣？咁所以你嘅回應就係啱啊，冇人識，咁咪更加要推廣咯。而呢條路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力嘅攤談，亦都唔會嘥你時間嘅攤談嘅做法咯。係啊，咁我覺得呢一類嘅做法係應該要多。